我觉得我刚才看到你们穿的白 T 恤衫黑裤子看起来可好了，今天穿的颜色会不会有点暗呀？比暗也亮了。对啊，挺好的呀。嗯，好好好好好。然后等会儿我先看看着你，别拍我。嗯，好。然后还有是你们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动画片，喜欢什么卡通人物？我小时候都是看国产动画片，我觉得国产中国就是最好的。那你来，就是大大大王，然后我也很喜欢，我喜欢那个文气油的老鼠大王，都一样。嗯，邋遢王。嗯，那你邋遢吗？啊，邋遢吗？其实我算比较糙的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还吃零食吗？很多人会问你们还吃辣条吗？不吃，戒了。很爱吃，但是克制。能不能唱一下小邋遢的主题曲啊？小邋遢啊，这样叫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噔哒哒哒哒。后边记不得。你最喜欢的那个儿歌或者这种歌曲，你来唱歌。你没有按照提纲问，我很尴尬呀。好多问题都是我们的网友问的。我没有准备要唱歌了。那这种的歌呢？就比如说，啦啦啦啦啦，黑猫警长，啦啦啦。